面膜是网友昨天前天带进来的，别人寄过来的。呀，我还没买过这面膜嘞。 这个回去吧，回去。我药没有嘞。哦，咦，咋这样嘞？跟那一样，跟那网友寄的一样。哎，哦，两，哦，两。 我明天给你们吃，你别冒病。是不是怕了，天儿？
野草莓。 哎呀，以前那街上卖的草莓太贵了，那时间没钱，所以到这地里面都掐野草莓吃。 人家给你房子盖起来，你还没拿出来。 这感情，那后边环境也好，是不是？
city.喝了卡达，这个老感冒，从年前到现在。他那个，所以说你在这个场合不适合。可不是说，如果说单独的话，比如说比较相对的比较封闭的话，你就站在工作的时候，他过来检查了，啥也都没有，你看那个咱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跟你需要保护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服装上的东西，你可以看，但是在这个环境，这个场合绝对不合适。 它是一个群体，是很多人的。如果说给你的排除了，个人饮食暴露了，给你生活的造成麻烦了，你说你怨我还是怨他？我不怨他，我喜欢我。对吧？你怨我了，我你高兴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要有那么多人，其实你怎么办？就不是说我现在不怨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是生命要紧，我跟你说，我想要跟你这样说。就我也没有生命了，我家里老小的小，你还咋办嘛？现在回家，你治疗住。 他管真，现在不是你算账，我现在没有说，哪一例现在？如果有两例现在，我家里现在，这不是你算账，我现在给你拿着钱，这不是你算账，我现在给你拿着钱，你敢相信？我跟你说，哪里有感染的，但是确实大家的东西。 我是绝对不给同意的，全是大家的，你不是一个人。你没有其他的想法，你也别想的多。你说错了，不是我想的多，而是说我做的工作必须来为大家的一个事。我并不是说我的自己利益，你看你拍照片，你给我自己利益有啥干的，对不对？那是没有的，俺这是俺主要是想法不一样，你看都。你看这对我，当时我上头上的老乡。
你看我拿拍面条写一下，把这拍面条给我。把我这拍面条给我。政府给他孩子，自己自愿带的，是不是？政府给了这个样子，这有啥子？要不是政府给这样，谁还能他？又不自愿带。 你如果你不给我发两月的，这个来回车你给我掏了。我那个我是一个农民，还是一载着，我有这个病，我折腾不了，折腾不了。身体不行，对吧？我身体也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每个月的时候可以，你给我那个车费，而且我不能转那种三十块，等于我受不了。万一要等着好点，你要负责任。你就这样给他说。三十块车贵的。 不是贵，这这是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你身体的问题。对你小孩下一代都会受影响的，是不是？不要再几千块钱，都几百万也弥补不了这个。小孩垫钱拿着都不敢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嘛，不要说我要求要月两个月的，或者我要求要药费全免，这个行业的过分，不过分要求再多不过分，这是他们政府应该给的待遇，知道吧？也是你应该争取的权利。你只管去要，只管去争取。 那好说，你才叫人连着几次，你连了占了三天，他保证叫你限速，限速一出面，不出面，他都该处分，知道吧？恁不要急着去了，给了或者一年半年再去一次，那不行，你要去连连去几次。你看他出面不出面？不出面，出面整好他。<笑> 那中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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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中
发烧。
这算哪地方的？他那是。这算不算是方明仔的？这不算。是的啊。装回你晓得牌子？嗯。嗯。其他事情是。谁给他出的算了？他是谁？那谁给他算的呢？他上面发的告。啊。发的告。啊，我给他要找他出的话就成长了。 昨天是你给谁个给张龙算的？啊，是给你不相信我算了，我昨天。别觉得这个了，别觉得这个，赶紧睡觉，好好收拾收拾。不打扰你，刘龙，我办一个。来，班主任，别动了。刘亮，兄妹，刘亮，你咋的？你咋了？啊？你是在谁那屋里了？俺在隔壁，点四个。 要么你看，这是不？这是谁回家？他抓骗不来谁？反正谁不说话。哎，还有，嗯，碰啥子嘛？碰啥子？查那边，查那边听你。不叫你拍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咋处理的？ 这个是地震的。我在管街道，有些时间他们对政府有些啥要求啥，通过。 我遇上给他说，给他是说了以后，看他这些要求他有，我把他的要求基本都满足了。你包括他盖房子啥，这都是我给，也是为政府也是领导盖房也发现的。不是我是可以说他房子都没有问题，因为意思对吧？意思个人给他们也不一样，他们那个价也调来了，对吧？ 像西北也没成家，成家也有好些，因为他们都有家的了，小孩都有了。我也不经常跟着。你看有天我带新车，我去市上玩玩去。有天平时没事了，你没去了，有天我找去，我就上去平时没事去下班去，我是做啥活？就我跟着他，跟着他都不可能，天天跟着他，那可能那说说你能政府你要求的事，政府能给你，能管。 答复对吧？你管跟你管经济可能性答复你，你再有其他都没意思。你作为一个政府，现在政府并不像以前那么，他现在政府也是经济也是很困苦，以及包括各种开支啥的也是困难的。不理解他不干那事，不知道那也反正也不容易，就是。这个现在政府并不像他们想象的，你知道吗？
想要的走个啥还是都可以给我给你提出来就可以带我接接这样就行。政府在这方面也受限制了。现在小孩说你不了解，小孩现在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功夫，知道吧？因为上面现在不你每月的办公经费远远不够，各地方他不敢带大吃大喝，也不敢说，这几乎都是来开上面来开也是一般的。是实际咱说，因为他们反的是反映的，有些是正确的，有些是也是，你像有根本都是。医院是要钱政府的，你像咱这来说的话，医院是无理去给政府无理要求，那是太多了。医院并不是想解放，医院是你像刘新民的吧，各县的是包括各区各省的河南省，只要他一举一动都找我，知道吗？那肯定，因为他这个按照这个是。主要如果他造成肥胖，这个对包括县的、包括市的，都有影响的。你这个方面是，你上面肯定不愿意，要给你一定是行政处理什么的其他的。因为他们走得很激动，咱本来谁都像新民在说什么，县里这每年光为了他。能这几年光给他盖了一套房子花了多少万？你想了几年才的多少钱？华东的干什么？在这两年，党委政府是对他们是关爱，是为了你看华东的这两年干什么，都很少出去上访啥的。除了习近平出去哈，上回出去给那个嘛，其他的都没有。因为他们也知道的嘛，人都是有良心，所以说政府对你好了，你不可能再去整这个。是的了，睡一天睡觉吧，洗澡。你说你没有上车，毕竟你没有上车。咱没来买车。不是，我们站一边，不要站，不站嘛。就你看上，咱后面上车没？咱没上车，没抬不去车。我离远远看。怎么了？你不认识了？你不是没写了吗？就没写，没化妆品。没化妆品。你这回访问黄总嘞？这不是你搁哪拉的？但你听不见我说话吗？我在家里你不解决，你看来这儿的你着急了，那是不是心虚啊？如果你不心虚，为啥来郑州你都那么着急啊？啥其他人？你不都叫他回去吗？你怕他上身上不是的吗？怕也得去，不怕也得去。走，走，挂，走。你拿个袋子，拿个袋子。客运站北下车，叫红梅发吧，红梅发吧。洗澡都是。走。报完，我刚刚领导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。
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也是。天天向上，那边最近也叫天元的。就是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秤，但是我把秤给藏起来了，我就从来也不量。我以为你把秤给秤坏了呢。我的梦想其实就是像阿贝尔开的那个在皇家，对，那个博物馆开演唱会的时候那样的一个，我想开一个小小的演唱会。然后我想并且给所有的人唱歌，我觉得我那样就特别幸福了。你说上面呢？他没加太阳哎。啊？书记。书记。那晚上没休息。来看看你。是没有吗？你家保安那么多，怎么晚上还休息？哎呦妈！保安感觉主要操的心是要死。你要问你。主要操的多惨啊！可以了吗？烦死了！我火气上来了。他觉得出来那样我都走了。人家不是演的。他不想休息。他要生俩小子是吗？我要生。这说长寿些好屌。是我想的，胖不要这样。不是你要就是，不是你，看不见的呀。你要不说去，你要给他带草，他还等四十年才走了。
啊，我也不说弄啊，他咋我都能说的，他叫刚也还不错。对。他咋了？你今晚几点？明天。看我们一楼的门口。你不查了吗？谁查的？你不查门王我们，你不查门王芙蓉门，你管啥嘞？我咋会进屋里都不知道，还门开都不知道。是的，他前几天拐回来。我回来，我看你咋了？我看你这样的，我看你。这肯定是乡书记出的主意。这家他这个，他叫我回来，我这个我也不。你这个这个的，你都是忙活也不行，你还是死人。打人呢。我都看你看看你哪边了。快拍了，姓杨政府姓杨，土匪姓杨，不对，以前那啥，对，土匪。以前不土匪，以前没当土匪。土匪，你当我土匪。不像你不懂你我让懂你我学单位单位什么都不懂你我什么。你是到底是剪的化妆的？我化妆。他不剪了，他化妆，他不化妆，他根本都不中国的，小日本儿，他是中国的麻烦的，日本的进口的。哇，不是的。不是你。我回来。我钱你不知道吗？你找你啥？那啥叫回来？你是人好吧？那他咋又回来了？我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你现在知道了？现在你跟我说，你都知道了，是吧？你他现在又回来了，你叫他走啊？那这个人我不知道，他。好，你现在就要回家呀？那个账单号找不着了。哎，那不要紧，你让主管来回来也来得及，百一百一百的，很贵的。那不要我给拿回来了，啊啊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啊啊，那你叫什么呀？好，你叫。那我问你啥什么呀？好，你叫他回家。啊，你给我接啊。好，给。我不是你问，啊？啊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我刚才说听不见，那那不是二百多块钱的吗？他不是单位大学吗？他那个三百多块钱。好。好好。啊，就是二百多块钱，不好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好。现在回家。啊。挂了，快打电话。不能再开门哈，啊，快打电话。走了。好。你那那个没挂好，你知道吗？挂错了。你根本没挂好，我给你打挂了。那把我不下来，我下来我都关了，我来接你了。老子又花了，又花了，又花了。这是什么姿势啊？真的吃，来跑几里，再跑来再买一份儿。俺不讲，我来上你了，我来。上中华哈。你啥家？你啥学的？咱濮阳不要火。我顶着上中华哪个啥子？那濮阳不要。哪个西？对的，去了。哦好，你看我那我先出门。对，我们看完了。我付老板看前面给他把公交票。你付光辉。以后都叫你付光辉啊！你回家的时候就整啊！难道就搬床了吗？那咋不打吗？喂，叫你打咋不？上午啥的，你走，你明天走吧。为什么？好，你看，晚点走。坐副啊，坐。然后你坐错了。跳跳跳！不敢。没关系。
你这头的，这头的，我老一说你这是，你是不是掉掉到我一老花，你老花说我掉掉到我这边掉了。这不好上，这不好上。哪儿？山上好上。那俺你也不好上，我得着。你手上那东西扔了还强一点。 扔不扔他都不好上。哎，上来了。啊，拜拜。在我没有提起过，以前那个水对我已经打好了那个嘴名，但是没有抓到我。现在这水对我那么好。 如果我突然间去做一些，就像我有一个司机，已经告诉了，不让我管，就是不管县的还是乡的，不管每个部门都说不让我管一些病人，就是他们报不管他们报要看病啊，还是治低保没报，不管是啥情况，反正比较特殊。我感觉他们对我那么好。 就让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假如我管他们了，肯定不好了，我会给他们起冲突。这时候他们可能会把我扎起来，然后把我关起来，还把那十条罪名拿出来弄我身上。那个有没有他们那个罪名写的实验纸有没有丢？还在电脑上存着。所以如果我一旦惹怒他们了。 因为管局曾经打这张给我说过嘛，他说的，你就像当初的天津一样，我们就像对天津一样对待你一样。都，你不要以为你做三志愿不知道，其实早已把你问起来了。我不恨他们，也不怕他们，我有我的心去对他们，我让他知道，我既没有犯罪。 没有错，我不会触犯法律，另外，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，当我要去我所应有的一切。这些都是政府给我造成的这样的后果，我宁愿不要这一切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要面对现实。他们如果要是感觉我跟他们好像是在作对的话，那他们就。 我想的是，人心都是好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他们会谅解，然后，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病有难的。他们虽然政府的人，但会但也是会有病有难的。我想人不会那么太。 太那个了，就是太快了。反正他会抓不到我的把柄，因为我没有把柄可抓，是吧？ 那一次我就想。 可想我几个别站着说，如果站的话，我肯定跟他说清楚，我想站的呀。还挺好的，这样我不用打干了，说了，咋就不打了，然后跟他们打干一场。我要是死，我也不会死在家里，我会死在最少最少我要在县里出不去，我就死在县，我要死去了我就死在村那哈儿。哎，姐姐，你不是没有吗？哎，真是有。
这头疼又要在我那抽屉里啊，我哪一片止头疼了呀？在哪里？抽屉里。哪一种？哪个颜色的？哎呀，贴啥片你不知道吗？哎，我天，你直接说贴啥片就行了。 烫了很，肯定的，菜刀。菜刀你端给我喝。哎呀，哎呀，越给红了，那我日子的，赶紧能倒着咋弄啊？ 哎呦，我不打算说。哎
这几天啊，有三年四年了。想不起来了，就我在住院那一年，然后我妈去我那里去找我，然后当时她去我那里的时候，我从心里面很愿意接待她，可是从外面我真的不想接待她，因为我那时候心里想把我扔去了，现在又过来看我，我就想没这个必要，我生死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可是她来了看到那么大的年纪，头发全白完了，我心又不忍心，然后就让他进屋里面了。然后第一次看我的时候，给我接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试探他，我就说看他怕不怕这个病。然后他进我屋里就让我吃东西，我就选择了泡面，其实我最不爱吃泡面，我就选择了泡面，然后把泡面吃了一点点，我就让他吃，我故意的，我看他害怕，如果害怕我立马就把他赶出去，然后我就吃了一点让他吃，他就吃了，所以妈妈就心里对他没有那种就是那种有点距离了，现在就拉近一点了。然后其实我不喊他，我也不叫他，但是我心里呢又感觉那么大年纪过来看我，就叫他。这是2009年，是好像2009年，是我也忘记了，虽然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这边的比较亲，我养父这边比较亲，所以慢慢的，然后慢慢走，就是时间长了有感情了，现在就好多了。以前我总感觉到是怨他们，我说你们都没逃出去，非把我扔出去，感觉心里有的抱怨，还有的就是抱怨他们，然后想想这也不怨他们，也不是他们的错，是爸妈的错。可是最后信了主之后，觉得也不是爸妈的错，当初也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，所以没办法把我就扔出去了，不是扔出去，抱养出去了。各有各的难处吧，其实也没啥，现在这样也挺好啊。现在这样虽然让我有了这个病，虽然让我残疾，但因为这个病，因为我残疾，所以让我认识更多更多的好朋友，就是那些网友啊，还有那些好心帮助的人，很多很多。以前我在住院的时候，刚发现这个病的时候，我不敢面对人，更不敢面对我的亲人还有我的朋友，我怕他们知道我之后会嘲笑我呀，会说我现在你看以前你多忙的怎么怎么好，现在你突然得个这病，然后而且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残疾呀，哎呀，反正都是落个就是很难看的样子吧。我怕别人看到这个，我心里害怕，不敢面对。现在呢我就敢了，因为人的一生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坎坷，虽然我现在落成这样，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朋友，虽然有的我不认识，那些网友不认识，但他们在背后默默地关心着我，然后这样让我觉得可开心。你说那女儿，因为啥那个，因为啥把我逃出去？是因为俺爸当干部当支书。我没说啥，我说不要逃，我本是个小孩，我哭了说了，我是个狗娃人叫写字，我也待两天不在意，我不要写搁哪里，我都记得搁那南屋里，我饿了我跑屋里问人，我问问，要是不叫吃哪里？我都叫他买面粉，我说，
他要哭了的，他哭了，我说有那录音机吗？哭了都连我的机，那录音机开开，对吧？人家听不到。我说不叫他，不叫他哭。他说那不中，肯定的，那大的干不是干不了。这现在主要哭，从上跟小孩那住啊，连个好汉穿都没有，昨天一个人一个破袄，从上小孩一样。我这小徒弟能，我这小徒弟能，结果他晾了干着，连个穷的都没有，穷的呀没办法。他说干的干两年，他说也不是几人呀，这是几那个老刘说，你要想要老刘早上上班子大家能回来，谁知道这个死老刘的，啊，这个要发过结的，他拿过几人呀嘞？几了人呀嘞？他说几人呀嘞？我都当时我都恼了，我说几了人呀嘞？我就赶快还要。要了捞回来还给我，他说那我接着聊，你接着聊你捞回来，你捞回来我双手接了，我喜欢，我哈哈大笑。他说你我接着人，接着人了接你请放心，啊以后小孩有福相的，哪里哪里福？他说他没有女孩，他说他奶奶穷得很，他问他妈妈的，他妈妈。有电影的，服，我那不行，你赶快留。他说他服，他也不服的，说好嘞，又说个这。我老刘要说什么，你对他说服，我他才不舍得。他说咦好嘞，要去跟我说咦好嘞，俺姐，他好了，小孩要长大了他又服，我都哭我说那不行，我你还叫他要回来，他还搂住，他一搂住你，他就让俺搁他叫吧。我他叫不叫是我的，你管他哪的？那俺得问问他，一问他都不叫了。我你看你，还是要不急的话，到长大我也跟他说嘛，叫他跟你亲嘛。我那到长大了，那都是人家的小孩了，你再跟他说，他以后他还享受享福了好，不享福他以后他还肯定的反应。叫我踩着没踩着我？这不都这样劲儿吗？我有一句我都说一句，我没有我不说。现在那他可是死了不死，我都跟你另外一点对的账。我说我那我是说瞎，我是他说瞎话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那个你们那刚开始抱怨我那个花妈，我叫姨是吧？其实他在家也可好，只不过。那三妈不是疯，她是有那个，那个啥，就那个。眼科。癫痫病啊，眼科疼。好不好？她在家里。好。待的好。对我好的很，俺那妈从来没有骂过，也没打过我，对我好的很，比疼哥疼很。不都搁嘴上说了吗？到时候碰了头来，我说咋不叫我去？我搁家里哭半死死。去，我说我的血经常抽吗？肉多少抽多少嘛？我说老刘。不是那样，就那个像其他病友一样，他爸他妈还有他姐都去了，医院都不叫他抽他本人家人的血，都要非要买血。那时间医院都叫买血，都你去他不愿意抽。不叫抽买点血看好不好啊？不花医院都他们从中带这个利益，带这个钱。对呀。他们都是这样的，你像那个俺家那个小孩。他姐，他三个姐，他爸他妈血型都符合的吧，这样都比较丑，非要他选买血，结果也给他买了这病。好多。不是管抽要的钱吗？啊，对，他们都管抽这个钱。对呀，就有这个医生的，发完他不发完。发完，这些他们也，他说他也不知道当时有这病，要有这病他们都不愿意，所以现在，得了这病你都没法说，你只有找政府。
那一个来不吃来了？是。搬了，就搬了吗？这也搁那，那看那那个脚垫一装。嗯。那个脚垫一装。压扁了吗？嗯。抹了你还得洗手，哎呀，才脏。是压扁了。死了还要他哪的？过来个狗屁！我对着他活不长长，你不要你。这个小哥，要垃圾桶里。嗯，不扔了。这个钱都拿来好。反正都有包，能吃饱，能吃饱，那我吃。你在洗手哎，那什么了呢？这别抹的好脏。好。这。那个好。他妈家几个月啊？就那胶带儿。对对。别的。那药草没用啊。这谁又干的？这是我啥的？我不知道你咋弄，我打电话给叫你叫他姐，意思是你给他说的，叫我咋弄？他自己不知道吗？当然分啥好点肯定好了。第二遍分啥时间，只要别给靠医生那东西。嗯。都是第二遍分啥能那别靠医生别回，才能拿他教是吧？那分啥不好些吗？看他就跟这样的都分啥好？再调回呗。这是你调回，你操的时候还敢调一个？不是，人一靠医生回那呗。还有我那年根儿的年头的看病那个钱报销的，那剩余条子卫生局报了了，条子直接给清理嘛。邓艳鹏。喂。对了，你给薛书记号给我吧。薛书记号。在那抓街上生意那书记。我那书记叫哪家的？我书记的。做什么？我上下户口。啊，我上下户口。上谁的户？上小叔那个孙女儿的。上我户口。第二胎。第二胎得交钱。我要那小孩上我户口。你叫他。我要他上我要他哪子、嗯、我要他。你叫那真是的。小孩你要他。他没生之前他说掏给我。我要肯定是我抚养人，抚养大了叫他照顾我呀。想叫他明天少一点社会抚养费嘛，少交社会抚养费。开始说的我想要这个小孩儿，给他我叫他养大了，然后给我。哦，你是落你户口呀？啊。你落你户口呀？我跟你说，光你对这个你也不太清楚。嗯。他两口子生的，那出生证填有他两口子名字，是吧？出生证明。钱有吗？有点小的名字，他父母的名字，都是陆上拿他就上户口，你看他交社会抚养费。不过你说的可以少交点可以，但是不交。上户口啊，还交吗？你根本他不给你上，你说是吧？都我不坑他，不给你上。你坑不吗？你说啥不吗？我坑你少交点可以，但是一点不交是不可能。我哪少交交多少？少交他规定的是二胎是一万二，一万二。一万二。你以为嘛？你看上你去看那社会抚养费他们交的漂亮。
就是俺偷那些钱，我天天交一万二。啥捐亲戚？我自己，我要这小孩的。都是偷给你，他如果都是如果你后边儿啊。嗯。出生是他出生的，是他的小孩儿，你也得，都他交社会房，不叫你交，你这少交点可以，你说话少交点可以。少交多少？一百。后来捐这个。二百。我去，你是。啥胡说呀！你让我上哪弄些钱？天！都叫你交。你啥亲戚？俺小叔的孙女。小叔的孙女。啊。你少交那个万金店上来，我到下午三点过来。刚才黄浩他们。你让他搁这个小孩儿，先是。俺小叔的孙女。小叔的孙女是吧？嗯。你小叔孙女不还是那搁的这小孩吗？啊，俺是的。他那个搁小孩儿先上户口意思。啊。他问我有钱交了，他也说算弄，他没钱我知道。他第二天交了少了不要给不拿了吗？你说少交了？咋了？少交了，超重了也不交。你交不重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少交的。你还交过？我啥给你钱呢？那不就好了吗？我咋能弄钱？我天天上哪弄钱？都给上一次，交因为每日送钱，我就派车给你送回去。嗯。我没说啥子，你给我拍的送回去是的。啊。可以说你们。我没那么多钱呀、啊，天天就。咱的哥是哪？他小孩都不要了，要哪可能嘛？那不能不一分钱不交不好是吧？人家交一万，你交六千好吧？六千啊！啊！我先打欠条。那不中，让你哥打欠条。我给你打欠条。那不中。我既然掏了，都我。你要说不交一分钱，那不好说呀。那就交太多了，还六千六。你给我说交多少钱吧？二百。你不说呀？你给打饭要饭的吗？是打饭要饭的，二百都不少了。两千乘以二，四千块钱算了，别提了。四千？嗯。不行，四千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二胎，我跟你说，你上哪去了？该照顾你照顾你，你不能是。不是你那太多了。六千块钱算了，别说了。二百。我二百，我干了不要了，不妥了吗？那最好。哎，你别无理要求，我跟你说。啥无理要求？不是。我们的工作。你指你工作，这不指你工作了吗？不给你上，哎，不行，你不上，不上，不洗，不上，不让俺再上，不让俺都找你，我上不上俺都找你，你找我找我，你天天找我，我上你家里，上你家里可以吃可以住，我都不用要房子了，这房也不要了，别走哎，走。你先到那登记。到现在多少签证？就是你到村里填了呢。填证明。啊，写个证明。好。填了以后找学费。好，你先给我号给我。签了以后。还得。学费签了以后找学校签。学校签还得你签。啊，学校我不用签。学校签都代表县党委政府签。要签以后，到时候签最后签直接你写上。不行，那就要交太多了。要太多了，你交一百两百不可能，不是开玩笑吗？啥开玩笑？几百块钱我付的。几百块钱我付了，就交几交几千，我啥能几千呀？啊？让你交了。啊。你不是让我交四千吗？哎呀，都是我交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开玩笑都开玩笑，我交的真是不可能。那不都二百吗？那不是三万七，你知道吧？还八万七的，三万七。我没比你给我记咋子啊？再次，我们今天只是入关的，好，我不参与了，再次给我免费哈。这免费的不好。你要不参加，我不参去了，你再给我免费不就好了吗？哈。哎呀，可能。免费牌我也不会给你免。只要你说话，他都免费。我说我会那样说吗？我会那样说吗？看，现在你都说到漏了，你自己安排的。我是我安排的。我都没接到这些，我跟你说，你我干不了了，我打我自己脸上。你还没说的，现在我都没说，你咋会说的？对吧？我你这才知道哎。你回来我上户口，你就跟俺说哈，免费。还一百，二百。你这大忙人天天忙的很。啊，你不用看，你只管那个二百，两万多免啊。再倒一点。记着嘞，我可吃了药，可难了。嗯嗯。
奖杯，我带个奖杯。廉政公仆杯，廉政公仆杯，我带个奖。哎呀，哎呀，那搁这那不坑啊！我搁那屋里坐了，能搁这？只能上那屋里。他叫我交钱，他你不是办个那啥身份证吗？他的让都交10000多，给他算8000。哎，算了，他这样子，下回再不管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我都想我去开，他肯定是我要钱。他说好，心里说话了，给你少要点，给你少要点，让你。他算了吗？哎，我这样想想，你知道吧？他，你想想。喂啊！啊。对，你在这吗？你在他这吗？等下他们聚会在这儿聚。每一个你所造的人，人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，也有很多的痛苦，但是你来到世上，就是要带给人盼望，带给人和平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在你面前的团聚，求主你也与我们同在，将你给我们预备的恩典赐给我们，祝福以下的时间，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等下去马上带回去，我不骗你啊。他叫一回有事儿。在找我几个人，三姐妈不管了，三姐。都在这儿，跑出来。那帮你生意关系。都不会唱。那样吧，我唱了咱们跟住，咱们跟住唱，我再教一遍，我再教教。你那俩没歌词吧？我今天为你祝福。耶和华的一路保护。